台湾师范大学今年就是百年校庆，台师大校长吴正吉带领百人的自行车队进行为期九天的环岛活动，日前队伍来到嘉义市，成为校友的嘉义市市长黄敏惠伫咧嘉义市文化中心热情欢迎，嘛陪伴台师大的老师和学生伫市区骑一段路，祝福母校生日快乐。师大天际，每分为聚，百人环岛。我特别对黄市长特别的一个感念了哈，我们有这样杰出的校友哈，那我们也希望各位未来呢，不一定每个人都当市长的哈，但是每一个人有像黄市长这样教育家的精神，又有服务的精神，又有爱乡里，也爱师大。好，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由台师大的老师和学生组成的百人自行车队第三天来到嘉义市，大家在嘉义市文化中心相见，互相鼓励加油。市长黄敏惠表示，现在正是体力最辛苦的时阵，不过所有的人努力坚持也代表母校台师大永远无放弃的精神。一路走来这个九天的环岛，今天是第三天，按理讲听说第三天都是撞墙期，这是一个最辛苦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校长呢一路带队，所有的团队大家是这么样的热情，这代表着师大活力无限。那我们在这里呢只有用校友的心情满满的迎接，我想我师大我骄傲，这绝对是每一个校友每一个师大人心中最大的心情。嘉义市市长黄敏惠也邀请老师和学生在文化中心头前大声发出祝福台师大生日快乐。市政府身为地主也款待很多点心给车队补充体力，鼓励他们带着台师大的精神继续向前走。记者周淑成采访报道。